这鸡肉筋啊，好不好？鸡肉一块了，多条了。我鸡肉剪条百五块，两条终于免两百，一百了，对吧？鸡肉剪啊，这拜拜我进来拜拜两条，我把它切切。当下当地做一条十五年，我这第三条两百了，对吧？两条一百块啊，鸡肉剪多只，加汤啊，来，百斤啊，好不好？啊，你一条五十块，我卡掉。这大条百斤嘞，啊，对吧？一百块，啊，不好嘞。来一百块，来全家做平个就哎呗，来一百吼，来边后边聊做个吼，哎算你真系哦，来哦，来算你哦，反正边做人做做哦，算你无啊，最后就是讲哦，用水用钱用真个做，即个正边做个算你，你做做阵袂久哦，你来食算你白，我直接直接行来，哎，一晒只情况买，一只算你情况，伊也无三百块啊，用这边卖四五百，我话来只话伊啊，你卖也唔得。咱只话要一个百货一间物件是做二多销，你若平均若平的，你拢会下了，两块出二，再加上台四五百块，台湾菜肉底五花肉、鳕鱼清蒸、红烧、糖醋，加起500块就叫鳕鱼好好吃哦。出二百二啊，出二百两啊，出二拢无钱咯。哎，我食饭也无费，出二啊，饭食无晒了，又出二百块，两块五百块啊，啊，咁买落啊。第一啊，讲啦，这种天价的，这里本来就贵啊，吼，系无够俗啦，安尼三地俾你五百，地俾你百块啦，吼，这里起码好食，吼，来，来，来，多地，咱只本来用是做边的，要食卤料，五百块，这里用水、用钱的，用水蒸咯，五百块，安尼都无够啦，就四地有你啊，一双菜价得两百几块，才四地七百八的，来，我你一千你就无得钱啦，真的，开五百了五百，吼，四地吼，这样算你。现在我就未叫，未叫配几秒，500块鳕鱼清蒸、红烧糖醋鸡肉，500块，本来就算你哦。哎，大地很细地，变个细地了掉，你真正办到样个呀，对吧？出来吧，钱有没有？有啊，我先来变房啊，500块哦。你小我房间啊，没人住在，变化慢哦，来高地哦，啊那个变嘞，只要存100块，红烧变你嘛无这钱，你这样算你的哦。这个包啊，你敢无人嘞？这配钱这句话来无啊？对哦。我爸来拖地哦，一地饼100块，正算你哦，这个做袂久啊，爸干那弄个哦，500块清蒸、红烧、糖醋、干煎哦，来，这里办弄有啊哦，来，我自然正好来，我爸了再修改正房哦，这边100块呢，那算你最干净，这边100块用掉哦，煎个袂歹啊。